王店长哈，洪理事长，咱副议长，行政方面哈，稍等下再带两点，我无来袂使。啊，但是我知影，因为阿头阿甲讲，这个停车场哈，三层的嘛哈，起好势，不过甲市场呢，穿越这个马路很危险。地方真希望这个桥哈，会当甲做起来。这是阿头阿甲我讲的，啊，我甲总统参详，我今日拄拄做完六例啊，一定有讲啊。我来过报告，总统因在前啊啦吼，昨暝电话甲我讲，我停车场都在创啊，这个桥甲忽略无要紧来着对啦吼。此话是奉马总统的指示吼，我传达，因为我即摆是一介平民啦吼，我知影总统关心咱屏东。有一摆我参总统伫开讲，伊甲我讲屏东伫八八水灾内底受创深重。而且屏东就是在台湾的南边，这边的观光、农业、甲渔业非常重要。也因为安呢，我甲各位报告，农委会主任委员是总统特别敬的，敬咱屏东人。我真正知影你屏东人，所以伊迄阵啊，都你丢手对不对？陈宝基要保屏东的基础啊，保台湾的基础，保中华民国的基础。所以这真重要哈、哦！我发觉讲总统对屏东嘛，唔是干呐一时的重视尔。各位甲看卖啊哈！咱的屏东原来足侪人受总统的重视，包括咱主办地方。跟随时，咱屏东伫八八水灾内底，县长我们现在核对一下哈、哦，应该是。高树乡的金峰村，对不对？新峰，哦，遐残红老五十几家去，提防去规个办法。总统听做馆长，干那个哀声尔，甲讲这拢老去啊。总统随口交代，迄阵我做行政院长啊，伊讲咱提防该创个较好咧，这五十几家流失咧，搁甲填回好势，所以我会记。很大力。在锣。好，我们请我们舞台上的掌柜贵宾，请开锣，请锣声。